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啊，你好，好。这几天呢，承蒙大家从各方面来到新加坡。我们非常的感谢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都要离开此地，回到自己居住修学的道场。我们相聚的时日虽然不多，新加坡居士林跟净宗学会所办的这些活动，可以给诸位同学做个参考。这一边最大的长处就是勇于改过。任何人提出的要求，对我们的批评，李牧原居士都很认真的接受、研究、改进，而且速度非常之快。这是这个道场啊，能有今天一点成就主要的因素。道场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。但是这个勇于改过革新，这一点是做到。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。谚语常说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又说，好事多磨，这些话我们仔细观察，可以说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几乎成了一个定律了，想做好事，总有人来破坏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叫魔障啊。为什么会有魔障？原因非常复杂。